走。Yeah!
开始，挺干，这儿。是狙击手。狙击手。我在这里，你出去盯着。啊！强攻不行，就先来犯吧。你们有几挺机枪？一挺，还有一挺被鬼子炸坏了，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。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？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？怎么可能啊，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不管是谁，必须保护他。那这呢？完了再回来。好。小宝，去那边的窗子，鬼子进来拴手榴弹。好。教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带上。你们咋那么厉害呢？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，要不你也得死。子弹长眼了。那是鬼子的神枪手。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。死就死，反正没活路。我娘，见我。他说他死之前要见我一面，我不能死。那你不能死。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？那你咋不回家呢？我家住离沿海得走两天的路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打铁的。我说呢，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。本给川崎军发电报，让他
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，快点！ 哈口口西马斯，哼！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一切场合都是中文。是。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？回答我。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，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。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，我枪毙了你。是。走。 你走吧，没事。咱们走吧。哎，头好烫！来，我背你。兄弟，有什么事儿？我们的电台坏了，想借用贵军的电台，这得有长官的手谕。有，你等着。 前面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邢小姐，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。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，我爹在前面打仗，我待得住吗？那好，我去跟杨排卫兵。赶紧去。 请进屋，看看这里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。嗯，奶奶，这帮畜生，怎么了？这人都是鬼子。一，放了我女儿，我就放了你。 你们先撤。嗨，二，我先溜。三，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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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让他跑了，便宜他了。 这丫头不走，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。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。快，再不能把事情搞砸了，得把人吓跑。哎，好。哎，他旁边那小伙子，就是你张翔。怎么了？这小子可不赖，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。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，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。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。 张翔也不赖，团长，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，那可是眼力、体力、定力和悟性的结合，跟射击是一个道理。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，你有办法让他留下？差不多了，行，交给你，啊，李杏花。 现在是溧阳了，我得回去看我妈。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。你要是那时候醒了，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。你不行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把这枪给你搁下，包哥的那小子惦记着枪呢。还有这个。 你别拦着我，说啥我也要去。哎，你小子，谁不让你去了？那你们要干啥？我陪你去。我为啥要你陪我去？嘿，小子，你还真不知道啊，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？惦记我？他们又不知道我。不相信啊？行。 慢走不送，来，走吧，啊，自己去吧。我就一个人去。咋不走了？你是神枪手不？你打得过鬼子吗？打不过，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中佐阁下，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。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。你要想报仇，只有一条路：杀戮。参加新四军，我教你打枪，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。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，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。好。班长，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了。 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。奶奶的，你的挺身队啊，告诉大师吧，有手榴弹轰，把他轰晕。是，打。小子，看好了。
看见的鬼影了，大石头后面那个。拿着，带入他一落头，想干掉他。看到的，那你用上。我还有这个。废物，包哥的，我一定为你报仇。这话哥，姑娘，这话。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别多管闲事。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，得救！哎，小姐，兄弟们，掩护！仙子，我掩护你。江，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。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，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。狙击手？对，专打鬼子官的那个，一枪致命。张翔，记住了，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，关键是手段，得有本事才行啊。团长，等等我。接下来呢，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。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，现在就站出来，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。好，
既然你们选择留下，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。李大宝，到，训练开始。是。十月在里边，用这个，里边有五发子弹。张翔，祝贺你！你通过了测试，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。
你们在说别去，说别去啊！是，走。你带着公子在这儿稍候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混蛋，你干掉他！三门星怎么办？是三门星了，怎么办呢？电话支援，电话支援，电话支援。李姐，你爸爸，这里是你爸爸，你有支援，谁呀？那个人又出现了？是的，琵琶巴上锁。遭受袭击，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。嗨，快一点，快点！妈妈，这人，妈妈，
去，放下枪，你跑不掉的。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，你是个懦夫，胆小鬼。爸爸，是人呀，爸爸，是人。爸爸，爸爸，求求你，你打孩子。手下留情了，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。不要追了，让他去吧。嗨，哎，对了，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？丧门星，丧门星，不要自己吓唬自己。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，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
大哥，啊，问你个事儿。啊，你说。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？啊，挂过。你亲眼看到了？看到了，那个惨呐，满脑袋都是血浆子。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呢？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，白花花的。你看到他的脸吗？看不到，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，看不清楚啊。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桥本三郎奉命报道。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。よしよしよし。你们的到来，就意味着萨门星的末日到了。
找到你，我要打死你，一定要打死你。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。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，他一定盯着这儿。如果不把他引出来，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。原来你藏在这里。走。
气了。狗日的，跟你拼了。出围！
我们有大将领想忽略他们，敌在我周大，组织大家我冲锋突围。姑娘，怎么样？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。那就让我先想办法。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，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！撕是要撕的，关键是怎么撕法。小姑娘说的对。让我想想，这样张翔，我到尾面去，从鬼子屁股后面打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你们俩从这儿打，我们里应外合。好。好，准备了，记住不要往死里钻。行了，烂给我。好，拿着，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，小心点。吸引敌人，分散兵力，是突围的时候了。这样，罗锅，你快留下，起来给我撤，快！围乱试探，一个都别放走。嗨，跟我走，快点兵。绝对没打中他。
我来。求求诸位，这家伙太狡猾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必须把他引出来。引出来？怎么引？让他开枪。我明白了，他并不清楚，我们只有两个人。不错。但不能用尸体。为什么？尸体不会开枪。可他会开枪，我让他开枪。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。你说什么？你开枪，我打死丧门星，这是命令。那我不就为了日本，为了秦皇，如果你是指挥官，我也会服从命令。我们可以离开，从这绕过去，绕到村后，我们都能活着回去，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。没有以后，我们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战死在这儿，要么打死丧门星，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。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？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。见了。
不是一个人。剿灭苏南的新四军，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。这边准备与我一起团长过来。哎呀，可都是劫票的家伙呀！哎呀，团长，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！哎呀，快，行动快！快，走队长。
下边的王秃子，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。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，他们会说抗日，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。你放心，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个缝。没错，去吧。走。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。放心吧大哥。哎，他们这是干什么？是要干什么？站住！怎么回事？快拦住他们！他们是新四军！他们是新四军！站住！快跑！不要让他们快！快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站住！他们！那帮军开枪了！别开枪！司令，我们是新四军，奉团团长命令来救你们的。抗日！救国！快快来城门！进城！走走，快！开城门！几枪？两枪。你们地上有没有？不知道。慢点。没枪了。在哪呢？他在地上呢，在鬼子阵地。刚才亮光一闪，现在看不着了。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，他们要是不打枪，我们根本就看不掉。
们得把他引出来。林队长，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，并消灭他们。这不行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、机枪手，帮助我的进攻部队。两天里，我们有21个军官，180几个士兵受伤。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，明白吗？那样一来，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，而被打死。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，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，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。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，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。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狙官，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。混蛋，我要的是进攻，进攻。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，这是你的第一任务，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，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。宋文星，下面就该轮到你了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
今天怎么分配的？把敌人的火力给我压下去！是，金霞队加强火力，打得更猛！杀不了他，他比我厉害得多，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。你别忘了，你不仅是太白金星，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打败他们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是傻瓜还是笨蛋？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。他娘的，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，你看看你哭丧着脸，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，你真他娘的丢人，丢人！方哥，你好好想想包哥子是怎么死的。行了，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，走到今天，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，小伙。让他自己好好想想。李杏花，我要是回不去，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彭团长他是个好人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这倒好，鬼子也发现不了他。只要他一动，或是鬼子动，我就可以看到他。给你，好，还是坐在对位置吧。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。好，我替你指挥。好，走走。
点子挺多。还吕大哥的命来。练习吧，不是、啊。你们小心，前面有敌人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。哎，别开枪，我们是新四军。哎，站长，张强，是你们呢。李如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嗨，我们跟大队打散了，现在已经出不去了。鬼子正在全城搜捕，咱们得马上出去。嗨，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？谁啊？来，我也觉得，怎么办？快走！好，跟上。狙击手。狙击手。我看见个狙击手。西天他们。不像。追！追！有新四军火进来了，遮住他们！快！遮住！走！走，快抓着他们。鬼子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周强、李春花，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，我们正面打他。你小心。
老哥，小心啊！放心吧。走走。少尉，哎，三门星应该在那儿附近，你绕过去，我在后面掩护你。嗨，长翔，你坚持住，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。秀儿，你先走，我……你什么你呀、啊？我不会丢下你的，就算死，咱俩一起死。这个地方不够隐蔽，咱们换一个地方。哎，
臧门星，你还是要死在我的枪下呀！张翔，张翔。过不了多久，太白金星就回来了。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。来，这个队伍马上出发。弟兄们，互相检查一下，准备出发。向后，向里面去，快！怎么办？雪，脱掉他的衣服。好。注意。你们哪个部门的？我们，哦，小田君的肚子疼，他需要去医院。不许动！他们拿着狙击步枪，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。大柳树哨所，嗨！李连长，走，火车，走，走！
西瓜，西瓜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我们走。谁？慢点。是引诱敌人，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如果你一旦死了，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，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。我不管，我不管。张翔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，而是整个传奇联队。他就是冲着你来的，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，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。怎么敲？看见那山头吗？嗯，走。好，快去那儿。标尺加一，方向一拉。盯着探头，准备。
敌人的炮阵地干掉了。没错，是上校。九爷，走，去通知张夏和李建花，绕到敌人后面去，把敌人的机枪手给我干掉，然后马上回来。是。这个位置好。金花，你打当官的，我打机枪手。好。赶紧他们！快追！咱们撤，让他们扑空。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？看到了，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，我过去你掩护我，小心，死不了。别过，嘿，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，你潜伏过去。嘿，张夏说的干，现在是看我们本事的时候了。
大刀阁下，敌人的援兵到了，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。什么？大刀阁下，要不您先走，我留下。八哥，作为敌国的军人，怎么可以连阵逃走？给我顶住！顶住！嘿。Gah!